有人讲爱实现梦想，苗栗拍唔咩戏合适的位数哦。不过苗栗一带客家后生的邱金田，伊煞偏偏爱归家乡。伊本当系村镇偏房的头戏治疗师，煞家庭爱离开宜安归家乡去开店的。伊买嘢行喺无马人体买嘅天然杏仁茶，伊屯店嘅总房多过唱过有风格的咖啡糖安尼，杏仁含坚持而起价来摸。来看那是超精甜，用嚟经营一个又老又新，本店各都要乖乖杀乖夹嘅杏仁茶店。我会讲，打早六点离开店，就还有五点半钟，坐下肚空，早就无法吃茶呗。今日贵安部的杏仁含个炒面也掉，加水无做酱，再个杂碧枣，再个煲一两点钟，能煮会出加一碗小绿绿的个杏仁茶。新鲜的杏仁茶，差别跟用粉泡的最大的差异是它的香气跟口感不一样。每天这样子豆子这样现磨的话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脱渣步骤的话，它可以让它的杏仁茶口感非常的温顺。味道的好是韩国自用，苗栗一间卖杏仁茶店的调价韩国讲究食材比例。像南杏仁，它本身某那富米北杏仁啊，它闻起来会比较香，嘿。较香啊，所以我们会加一点点北杏去提它的香味。那我们就是美国杏仁是考量到它的营养价值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是会再加这个东西。那传统的黑饮茶，黑某加案呢？我们当初会用草莓的原因是考量到它的膳食纤维，对，还有它的就是它的营养价值，还有它的。对这杏仁茶整体影响的口感。天然的杏仁茶食起来会酸，唔会有一般市面上用杏仁粉泡的这种香艳披红的米丝，咸开含唔前半年，就像个按到真实的人。就蛮纯的啊，然后蛮顺的，然后不会有糖这样子，然后那个香味也不会说，就是蛮天然的啦，香味不会觉得很假这样，因为有人他讲是杏仁茶，就是爱放油条。邱金田卖唱厨师，特别去屯银行用来做油条，唔系去屯银带来卖，安人他食得安心。有台湾人就说杏仁茶嘛，我披个油条嘛，系嘛？系啊，那要都去香港啊，无嘛一定要买即个类买油条好诶，系啊，系啊，安尼即个做嘛较方便啦。头家邱金田个后生，人28岁，伊本单系重症偏房个头皮治疗师，个姐姐咧吞下头颅病去，本人个梦想到个归到家乡，还买唔系几多年会接受个天然杏仁茶。其实我们就是呼吸治疗或是重症病房啊，他的病人是比较就是封闭型的。他是没办法说话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插管的病人比较多，所以他其实，我就觉得互动上面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跟多一点，就是跟大家接触的这种状况，而且就是传达一些养生的观念，所以想说，与其就是做后续治疗，那不如就是从根源开始看有没有办法，就是慢慢的就是建立这些观念这样子。他还认真去加油医疗背景，做下都好各方石头。邱金田做得讲，要求到观念全照站唔得办事。像医疗，我们做哪一栋就是哪一栋，就是无菌措施，就是所有的器具不能碰到，可能是墙壁啊，或是手部什么的，我们都会非常严谨的操作。我觉得这个东西观念带到食物，身边食物的话是非常有用的。天猛讲，就爱放起来无很严，当然爱做一眼前苦的石头，无啥唔爱开下。邱金田白下嘴讲：唔好啦，其实屯做医疗人员收账无物嘅，大概是4-5个小时，差不多啦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作息跟很多医疗人员的作息其实差不多啊。
像那个医生啊，或是一些呼吸治疗师啊、护理师，他们也有些轮班什么，也是待这么晚，所以也不会说很不习惯的。无特别迟到开，最大的原因怕就是头家七家改好呀，天然很严查的特别迷思。爱动动好个米头啦，天然的很很严查个米头动。懂胖，有个顺顺的口感，这个东西其实不会老，对，只是它需要跟现代的黑长给你做一些连接，就是借由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人的身份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要怎么把它做创新这样。开掉玛雅老师的很严查，不是讲没有像后生的嘢重新贴条，加杯红茶、可可啊、麦茶，做出一下试行，看那些一层一层浅层的饮料。先把底做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底已经完成喽，到这样沿着杯缘往下，渐层是这样做出来的。那直接下的话，它是没办法做出这种效果的。那为了美观的话，我们就会用这种沿着杯缘转圈的方式去做它。很严查还拿来做液态里面的基础酱料，来推传统的嫩油泡酱，做出亚南油的很严酱。还有就是像啊，每种人家呢，用个动物新鲜奶油，我们有那个杏仁茶，杏仁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啊。那就用杏仁这样做底，这样子，对。对啊，因为一般就是可能奶油啊，然后青酱或者是番茄，大概这三种。对啊，我觉得它这个搭配还不错，就是有一点跳脱西式的感觉吧。这间店的定位一开始就是想说做长长久久的那种百年企业，不是说那种一时的那种潮店，或者说那种有的没的，就是只是拿人家来打卡就走的那种东西，所以我还在往这个目标努力中啦。本旦做医疗人员，回到家乡买很严查，切后生白后生又是无为后生跳的邱进天，三买按传统按老式的东西，以往等用心做按长辈的东西，而大部分大三年美好天涯。莫求腾腾就会出名存台前，要铺设铺条用等百年老店的目标做下去。